让我们欢迎下一位追梦歌手登场。大家好，我是戴冰心，我来自浙江乐清勇士，我是一名眼镜店的老板。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这么大这么厉害的舞台。抱歉，这位追梦歌手在最后并没有完成至少有三位导师为你选择打开音乐梦想盒子的基础条件啊，请您回到我们的选手准备间，下一次再回来，当你准备好的时候，我们永远欢迎你回来。哦，这件事情很可惜，他的声音是有内容的，他在诉说故事。毕竟就是没有太多舞台上的一些经验，一开始比较紧张。他有很多空间可以努力。不管他什么时候回来，我都认得出他的声音。我会再回来，然后我会带不一样的。